香港女星郭嘉文是2015年港姐季军。2016年情人节时被发现和50岁的千亿富豪李泽楷共游日本东京，被视为新任楷女郎。两人还被拍到在新加坡牵手互搂逛街。而她即将于27日迎接25岁生日，近日已经率先晒出庆生照，留言心思礼物最珍贵，引起外界好奇。郭嘉文三月以个人名义用港币 1.068 亿港币买下位于九龙塘的顶楼豪宅，阳台配有游泳池，并花半年时间装修。而代表买家出面的人正是李泽楷的爱将，他预计年底前就可以入住。这次晒出庆生蛋糕照，透露这是第一顿生日餐，并表示很欣赏没奶油的蛋糕，称有心思的礼物最珍贵，手里拿着生日气球，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颜。李泽楷是富豪李嘉诚的幼子，身价高达港币340亿元，名列香港富比士2017年富豪榜第15名。他至今仍是单身，曾和女星梁洛施交往并生下三子，但是最后却分手。